这个一个村的镇的老板认识，大家一路得到大家这个董乡的支持，我们也很高兴来。好啊。那条路上我们一起走，这条路上我们手拉手，这条路上我们共患难，这条路上我们绝不能回头，我们同心走向西大道，我们带上中国的丝绸，复兴的号角已在全力吹响，我们要迎来大地丰收。这条路上我们一起走，这条路上我们手拉手，这条路上我们共患难，这条路上我们绝不能回头。我们要